我们英语学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记得汤力炫目前位置呢在我们新北市中和区的南山路152号，很高兴能为你访问到呢我们的发东富贵记的创办人彭永年。彭永年，彭老板你好。哇，我是英语新闻报汤力炫哦。哇，你手上拿的是你的这个国光奖章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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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哦。听说呢，你以前的话是呢，我们的一位呢保龄球选手，而且得到很多的国光奖章的奖金，奖金总共大概拿到多少？2000万哦。哦，有大概2000万，是不是？哇，然后呢，你呢也曾经呢在马来西亚呢代表台湾参加 FIQ 世界杯，得到保龄球比赛，当时得到第几名？金牌啊！啊，金牌选手啊，好棒哦！那呢，这里是我们呢非常有名哦，在这个新北市中和地区的发东富贵鸡，请问一下，你经营发东富贵鸡经营多少年了？18年了。哇，有18年了是吗？那我们发东富贵鸡哦，我们的鸡来源都来自哪里？我们的鸡都来自哪里？8成都来自花莲。哦，几乎都来自花莲哦。而且我们知道，我们的鸡呢是来自呢这个有机村哦。有机村的鸡跟一般的不一样在哪里？啊？有机村的鸡有什么特色？本身哦，这是怎么讲？我们的好山好水哦，啊，完全没有化学残留，然后吃一些饲料也是比较天然的饲料，牧草啦什么的，还要经过检验，没有化学残留、药物残留才能够叫有机。哦，是这样子的情况哦。哇，那我们目前呢在呢这个中和地区，对不对？一天大概卖多少只的鸡？我这一天大概批个500-600只鸡吧。哦，批500-600只鸡，所以我们还是以大盘为主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观众朋友呢他们想要呢这个零售来这边买的话，现场买可以啊。现场买大概几点到几点可以来？早上8点到晚上7点。早上8点到晚上7点。那一个礼拜7天有公休日吗？星期一公休。哦，我们就统一星期一做公休就对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目前呢，我们呢店里面卖的这个发东富贵鸡有卖几种的鸡呢？有卖那个山鸡啊、土鸡、阉鸡，什么鸡都有卖啊。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现在市面上有的都有卖。市面上有的都有，而且我们这边有看嘛，哈，有咸水鸡，还有查询鸡。哦，我们现在大概都卖光光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都已经卖光光了。那一般我们一只鸡大概售价多少？大概400-500。大概400-500嘛，哈，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一个平价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所以难怪呢，我们呢这个发东富贵鸡经常接受媒体的这个采访，哈。谢谢你，那再次谢谢呢，我们呢这个保龄球选手彭永年，也是呢我们发东富贵鸡的这个创办人，谢谢你，谢谢接受记者汤力炫的独家采访，谢谢。